导播就告诉你三线优势呀，三条路都有线。我、哦、这练塔这 Q 下路这个眼有点浅，我说实话感觉要被抓了，直接给治疗想追。哎，欧文感觉要死，欧文这位置闪现捆死了死了、啊、能换吗？皮拉特直接好老啊，皮拉特相位打出来，但好像还是能换，换掉了还可以、哎、能杀两个、哎、上了啊。哎，我可急了，但、哎、还可以、啊、最后一个 Q、啊、他急了，他不是他卡平 A 卡急了，给他他卡了两下在那儿，你看到吗？好虚好虚，经济好虚，感觉又要被送走了。经济上路要越了，这个队伍我说实话前科有点多。得了，这就是兰博，哈哈，这就是兰博，虚虚虚，直接拿下兄弟，开局直接拿下了，玩不了，经济玩不了。这波也想打呀，病了，感觉要干，精神病了。哎，这下皮纳特怎么这么玩啊？难受了，已经兄弟已经难受了，已经给了。佩斯还行还行，收稳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操，运气也不好，说实话，坚持今天运气也不好，真的运气也不好。给了给了，兄弟给了。前期也猛，这皇子跟兰博前期也挺猛的。看比赛了，灵光披风加速，那感觉边这里被大树大招捆上，那感觉要死了。皇子来了，皇子来了，感觉有机会换。我操，这皇子来了！我操，这什么伤害？哎呦，死不了了，还没伤害，右边进，结束。哎，去年也是这样说的，年年说，只要小花生一出问题就不欠我的。真迹已经，啊、哎呦呦，捂嘴了，捂嘴了，顶不住了，真迹说不出来一句话。这回可能要死。OK， 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我刚想说你妈多来一个技能不中啊，但这样也死了。有大他在等，但是清线清兵去了，还行还行。杀一个，鼓掌了，鼓掌了，鼓掌了，有点鼓掌了。我右下角看了一下，连 Peanut 话都不多。哎，但是今天马嘎预测真地赢，哎，马嘎，他妈纯是脏的呀！哎，没有 EQ 吗？这个位置，好像没伤害哟。兰博来个大，直接拿下。皇子吃完所有的技能都不带掉血的，右边确实没伤害。上一波交的闪出大招再拉，没闪的，就是你。吃宝宝了，经济粉丝难受了，吃宝宝了，要哭了。笑一笑啊，台下兄弟们。管哥经济3-1啊，管哥。管哥没问题的呀，管哥怎么预测都是对的。等开练塔，练塔反手给个大，队友跟不到。大铺的好，大树只能在里面画，有闪。艾欧克这个刀伤害太高了，艾欧克。多兰又走了。艾欧克。这波纯4-5，直接双杀。哎呀！我操！哎呀！来劲！消失！老公回来了，来劲！来劲了。下把感觉，只要塔比还能选择这样的阵容啊，还是挺舒服的。哎，高高这波犹豫了，哎、高高直接拉大拉到了，他犹豫了一秒。哎呦，两边中单、啊，哎呦，超伟精神病也发了，这还能追？打两个了，牙膏真打两个了，随便打两个，别怕呀。他就在这拖，他就想拖。不是，我感觉他能随便杀两个，这波就追追就好了。踢过来白牙膏，踢过来一波了，到哪儿了？什么？不是你不是送的吗？哦，这伤害，哦呦，艾欧克这伤害，哦 ，EQ 闪挑起来，车位飘起来送了，车位没大的。
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！我操，二十三分钟速通，好像不行，稳一点，走吧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波兰这个位置怎么高？哎，高高给大了呀，为什么没死啊？多兰，我们现在随便打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 Q 闪框，哎呦，抽位闪交了个死亡闪，开始刷伤害了。完了，我感觉熏的皇子味也很重啊，熏。吹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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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的。